现场嘉宾朋友们，再次感谢您抽出宝贵时间出席我们金旭饮食集团的今天21周年庆，大家好不好给自己一个热烈的掌声呢？金旭呢，走到今年第21年呢，没有你们的支持呢，我们是走不到今天的。然后金旭呢，我们并不是客户和商家的关系，我们是共同的成长的共同体。因为呢，接下来的10年，接下来的20年，新山会飞黄腾达的发展。那我们扮演了重要的角色，在这一块，在餐饮业，新山的餐饮业，我们一定会全力以赴的跟着大家一起成长。同事们、嘉宾们与生意的伙伴们，希望往后公司能够提供更广泛的平台，让更多的人有更多的成长与成就，创造更多喜悦辉煌的故事。今天是 BNX 21周年的庆典，我们非常的期待你们的参与和出席，让这周年庆变得更加的有意义。我们的今天的成就，你们功不可没。谢谢你们，希望以后我们大家可以一起继续发展，大家都有更好的未来。也谢谢你们今晚的赞助，因为你们的回馈参与，让我们锦上添花。谢谢你们。BNX, we talk about pursuit of excellence, 精益求精啊，就是我们什么时候给他 what all the job that we do, we make sure that we are better than yesterday. It's a spirit that we carry, and today, after 11 years, we want to bring you a better anniversary, a better celebration. That is why I want to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say thank you to all my community.